凶手已经在小火营所有的证据跟线索，他们越是不惜一切，就越表示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李先生说分局里有他们的人，所以我特别小心，只派了小绿跟浩哥去查他的身份。你是用分局的电话跟李先生联络的吗？季姐人以为这么做就可以吓唬我，他们也许还不清楚我手上筹码不比他们少。你中午去哪里？我？我说你中午去哪里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一直在帮会长保护什么南区分局的陈在天，他到底是谁？老头没打来，动手吧。每周六晚间九点，痞子英雄，勇敢前进。